大毛毛，耳机给我交出来。我要的是那个耳机吗？我要的是那个小耳机，小的耳机。还拍呢？哎，毛毛，毛毛，可乐，给。哎，假的，假的。哎，哥，哥，哥，有完没完呀？真正老实去。露露老师，亲爱的露露老师，你吃可乐。谢谢。没有。这货上课又在口罩里偷吃零食，后面的那个干的那点儿，又怎么教我的呢？上课不好好好，给我压身下回来。你给我的脚皮。钱忘记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？你说什么话？这鞋也太假了吧！怎么还有鞋头呀？刘海买的好鞋吧？正品保证，刘鞋啥是鞋？打我！这家伙上课用潜望镜在这玩游戏。你男孩在那边哄谁呢？你天天不好好画画，净整这些没用的。在这个同学画的好，他不仅仅生活，他这口香糖，让我们又画自己名字站起来。快点，别快点，到你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王炸，完了！哪来这么些平板？你们老师，这都是9.9在拼多多抢的，点左下角链接或者拼多多搜9.5就能抢。上课在这抢平板？讲课呢，谁让你听歌呢？耳机给我拿出来。iPhone 11，站起来，小心呢，打他！你给我的脚！可
以啊你，怎么不拿个再小点呢？有本事你们就给我拿个更小点的，不然的话别让画出血去。啊！他是坑队友屋里的，也想跟自己一块打游戏啊，还能领福利呢。老师，他也在这玩手机呢。哥哥哥，别别，我哥哥我错了。哎呀，哥。谁直播时候在这儿睡觉呢？呼噜声音这么大。袁一鸣，老师我没有。张萌萌，张萌。哥醒，老师叫你呢。毛毛醒，老师叫你呢。投影没问题，电脑没问题，老师应该发现不了。开始打游戏，点左下角或评论区上方一块组队抢福利啊！一鸣，我电脑没电了，我把你上播拔了。可别怪别怪我投影哥哥。袁一鸣，这儿什么情况？这家伙上课又吸尘器吸着薯片吃。干嘛呢？不画画？什么呀？这是。这个坑队友又被老师发现了，快来点下方或评论区链接一起升级领福利啊！我去。嗯？我操！哦，今天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就一会儿这个。你们整天干什么？气死了！气死了！谁呀？啥人在玩手机呢？先躲起来再说。我靠，你太狠了，老师一中脑残了，老师肯定饶不了你。你慌啥呀，大不了去识货上给他买一件呗，上面可以全网比价，比市面上都便宜还保真，你赶去评论区链接下来。你们这样好吗？啊，刘校长又骗了是不是？希望你每天像花一样美丽，永远年轻漂亮。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，我想和你手机收起来，咱们玩吧。爷，出来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呀！这你干啥？谁画的这个？这么像吗？舒服的鞋吗？上面全是正比球鞋，哎呀，真香！哎呀，真香！谁用的？你才知道！今天闹的，闲的没事儿。我还没病呢。我画的
想呢。没完没了是吗？要疯了你是不是？赶紧把这票了。我有骑士卡呀，支付宝搜索骑士特点免费领的，点外卖七折，阿迪耐克三折起，必士个 QQ 奶茶等连锁美食五折起呢，吃个炸鸡腿还不简单？给我一个好吃。不行，我这不行，是不是皮都痒痒了？老师给你吃鸡腿。我不吃。我告诉你，老师给你手机。